大家好，我是三国杀的 UP 主三国不朽。今天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三国杀的这个国际服。目前国际服正在举办这个周年庆，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就像这些成长了七七老师信任的这些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挺不错的。有一个七日活动，七日签到，还有话这个七日好礼，登录话免费送七日好礼。然后是从现在起到一月二号，登录游戏就可以领取全新的武将和实时皮肤，可以享受首充双倍、半价合成等超值优惠。老玩家回归还能限时免费使用开服至今的全部500个武将，500来个武将可以免费使用，还是很不错的。像这些509个武将，新武将新玩法，超多免费福利，总之的话现在下载就对了。然后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出的这4个武将吧。第一个武将是这个神孙策啊，很强这个武将。这个武将的话，他是六体力一上限的这个，但的话就是别看他只有一滴血啊，但是他这个其实还是蛮肉的，因为的话别人打他一下的话，就是打中他，对他即将造成伤害了，然后他会掉自己一个体力上限，然后是给别人一张牌防止死伤害，很强。这个技能的话，神孙策他是能抠别人的，就是他和别人就到他的回合的话，他会选择一个人直接抠的一个体力上限。然后是他对，然后是会给他们一个标记，然后是他们对着那种对着有标记的人啊，就是对他使用牌是，无距离的，无距离限制和强制命中的，就比如说我杀你一下，你不能闪，而且的话就是距离再远的话也能打着你，很强，这东西上来就扣别人一个体力上限，很强，像那种卖血将啊，像那种肉将，就是对卖血将的话很克。很强，这个东西的话就特别是尤其特别适合斗地主里面的话当农民，而且的话他就是他对着那个目标使用牌的时候他可以摸牌，然后是用一张摸一张，最多是两张，很强，这个武将很强。然后是接下来再看这个武侠品吧，这武侠的话就是那种就是就武将还没成名之前行侠仗义的这些侠六位就是每合限一次，就是你攻击范围内的角色第一次受到其他角色造成的伤害后，你可以就是弄一张基本或者是锦囊的名字，每种名牌限一个，然后将排队一张同名的牌置在武将称为侠义啊。这个就是的话，如果是他如果是那个什么，他得如果是他队友吧，就是他有个距离啊，他距离内的队友就是如果是受到别人伤害了，他可以就是啊给他标个牌，然后是再把自己手牌给他，相当于仁德了，这个东西神意。要是该角色失去一张逆死法交给其牌的话，摸一张，这个续航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个侠六位，对，能给别人牌，然后是别人用出来这些牌的话，你还能再摸。星汉啊，还有星汉，当你回合外处于濒死状态时，你可以将侠义视为你使牌使用或打出。啊，就是你挨打了，就是你可以把侠义全给他用了。准备阶段，若场上的侠义数量大于场上存活的人数，你可以依次使用侠义。若此做回合结束，你其实所有手牌然后恢复失去该 X 体力啊，这个是爆发了，相当于这个大爆发了。他神意的话就是先啊保人，哎保队友，然后是给他们牌，给他们过牌，然后是自己再制衡，然后这个星海就是大爆发。可以，侠啸猴啊，看一下侠啸猴技能，侠啸猴技能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就你可以与1到3名角色同时拼点。就是拼的话对他造成一点伤害，没拼的话他对你造成一点伤害，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王朗啊，王朗就是跟别人拼点拼赢了，拼赢拼输的话就是是吧，摸牌弃牌什么的。这个话这个感觉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神孙策和这个侠六位输出高啊，强，这个话还行，你要是点大的话，一轮砸三个人还挺不错的。然后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最后这个武将吧，张威啊，这个武将我看一下这个什么技能啊？初玩阶段你使用普通杀指定为其他角色为目标时，你可以摸一张牌，然后选择一项刺杀，额外选择一个目标啊，这个就是输出很高了。他这个使用杀的话，他使用杀很强，他这个人锁定你受到属性伤害时，除非其枪手牌否则受到伤害，他不能被属性伤害给打到啊。然后他个人输出还是很强的，记得他要防一下这个属性，你对其他角色造成非属性伤害时，是把属性杀加一，对，这个就是了。自己的话拿非属性杀打别人，而是防止别人的属性杀。然后以上的话就是这四个武将的这个全部介绍了，还是很强的。然后啊，武将介绍完了，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场新活动嘛，这个是龙争虎斗，是三国杀国际服周年庆版本全新上线的一个模式，主打这个高策略和快节奏，可以通过这个搭配两个武将的这个技能，达到1+1大于2的效果。玩法的话主打5到10分钟一把。
怎么可以？来吧，看看，来吧，体验一下，好吧。这个我玩过两把啊，这个游戏，这个话最开始那个武将哈是三滴血，那个武将他死后第二次他就会给你上个五滴血的。怎么看一下？第一下怎么用什么呢？孙策，哎，接孙策哈，量体力他觉醒，怎么可以第一次？怎么第一次可以用接孙策？怎么是后手是吧？那这样的话怎么得刷桃子了？因为话这个白马他是打输出的，哇，3-1，2-1。很好，也是没有刷到啊，没办法。哦，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觉醒了。我跟你讲，觉醒。那个男人他来了，兄弟们，那个男人他来了。走，南蛮。南蛮入侵。我会把胜利带回丹东。用阴来使，行走绝路险之。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所到之处，战无不胜。天下英雄，好，开走。能与我一战？以攻若龙出山。很不错啊，第一下哈，咱们选个接孙策，开局就觉醒。好，一个南蛮入侵。啊、哦，他们这些装备是会继承的，兄弟们，所以说咱们开局的话能上装备哈，尽量的话找装备。哦，他们好像是带着第一个人的技能啊，他们这个。啊、哦，他们第二个人的话带着第一个人的技能，我懂了。啊，那这样的话第一次怎么用接孙策其实很强啊，这东西真的很强。现在的话我看一下，现在的话它有什么能用的，相信报信，这是个什么东西，选个会玩的，咱们玩个黑棋吧。那这样的话怎么得把他这个狼盾给他拿过来了是吧。啊，像第一波怎么没用的玩的牌的话，咱们其实也是可以继承的。顺他的人王盾，因为咱们有升孙策技能，好吧，咱们有孙策技能。好，杀，手枪，顺手牵羊，顺的手牌，看能顺个什么东西。然后再看一下他手牌是个啥，八卦阵，不慌，根本就不慌，直接给他来一刀，好结束。哇，很强啊，那这样的话真的很强啊，你看。对面哈不带聪明的样子，英姿。人靠衣装，马靠鞍。我现在哈直接双重英姿啊！现在过拆桥，把他这八阵给他下了。哇，好强啊！这东西两个人的技能。好，抬走他。九，杀，好，抬走，下吧。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模式很有意思，这个模式好评。兄弟们，我现在玩的这个游戏是测试版本的新双将1v1啊，等待正式上线的时候还会再做优化的。像这样怎么可以来个，哎，其实沙漠客带绝兽也可以。好，这小子他废了，我跟你说稳了，这波怎么稳了。哦，他先手但问题不大啊，他剑马带是吧，他下我闪，这小子下我闪问题不大。好，这波怎么小伤上刀抹一张，我乃五星蛮王威震数郡，我乃五星蛮王威震数郡。好，无懈，不行，有懈我也有懈、啊、很好，特别好，这小东西很嚣张啊，很猖狂，这小子要怎么拿他给手牌。好，一张杀木牛流马是个什么，是个什么技能，反正我也不用给他放里边吧。这个木牛啊，这个它是能存牌的是吗？啊，那很好，小伤，跟你说，这些都小伤，这些。好，这刀怎么杀他一刀？好，这小子。哎，怎么还能再放一个？很好哦，这东西它能存牌，这个东西它是相当于吕蒙了这个。啊，但我现在手上我没杀，很难受，无中生有。无
哦，南蛮入侵，他手上是没有沙的，他手上有可能是个闪存一个沙，一个南蛮，开始。好，他现在再选第二个枪，很好，这么一个桃子。看我铁骑无夺力错敌将，一个决斗，这么一个决斗打上去。好，他现在开始跟我拼杀，但肯定是拼不过的，因为怎么杀很多。其实怎么可以先杀的，先杀再给他。哎，你小子，哎，你小子，哇，你小子，再给他来一刀，我就不信了，是吧？哎呦，那这波怎么直接单刷他了？你这，对，你看他都让我用不出来第二个将，我现在手上是两张杀，是吧？好的。很好，怎么要这个青龙刀啊？这个牛马怎么肯定是要的，是吧？然后怎么上个刀？吃个桃。起飞兄们，起飞单刷兄们，所以说还是能看得出来上这个沙漠克还是十分强大的，你说是吧？这都不需要第二个架了，哈哈，直接单刷，很强。这个游戏你看这个新模式啊，还是比较蛮爽快的，你知道吧？凑练点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是再次提醒大家啊，三国杀这个国际服周年庆火热正在进行中，从现在起到1月2号，登录游戏就能免费领取全新武将和实时皮肤，享受首充的双倍合成半价等超值折扣。像这个老玩家现在回归的话，限时回归还能免费使用开服至今的全部武将，全部的，不管是普通还是精品还是史诗，全部用，全部免费用。新武将新玩法，超多免费福利，总之现在下载就对了。兄弟们，爆赞！